野菜一度成为深受全国人民追捧的食物，除了其本身是一种美味佳肴之外，野菜本身所蕴含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那我们常吃的这些野菜都有着什么样的药用价值？我们今天就来说说。脉曲线，清热解毒，凉血止血，能降低血糖浓度，保持血糖恒定，对糖尿病有一定的作用。脉曲线含有丰富的二羟乙胺、苹果酸、葡萄糖、钙、磷、铁以及维生素 E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。脉曲线在营养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它的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高于人和植物。 Omega 三脂肪酸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酸的吸收，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，改善血管壁弹性，对防治心血管疾病很有利。禁忌人群：脾胃虚寒、肠燥腹泻者、便溏及孕妇不宜食用脉曲线。据现代科学分析，荠菜不仅味美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、碳水化合物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、 维生素 B2、 异克酸、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C、 钙、磷、铁、钾、钠、镁、锰、锌、铜和硒等成分。禁忌：一、荠菜可宽肠通便，故便溏者慎食；二、体质虚寒者不能食用荠菜，易肤、利小便、清湿热，治小便不利、淋病、带下、疝气、风疹、疮毒、疥癣、阴部湿痒、强壮、利尿、凝木，有溶解尿酸的作用，适用于尿酸过多的疾病，如尿路结石、胆后皮肤瘙痒症、尿酸性痛风等，并可用于夜盲症。食用灰灰菜能够预防贫血，促进儿童生长发育，对中老年缺钙者也有一定保健功能。另外，萱草还含有挥发油、藜碱等特有物质，能够防止消化道寄生虫，消除口臭。因此，灰菜作为一种老少皆宜的保健食品，不仅为寻常百姓采食，而且登上了宾馆、饭店餐桌。禁忌：人食灰菜中毒，多饮食灰菜后暴露于日光下，工作或玩耍而发病，急性皮炎都发生在暴露部位，而其他处皮肤及黏膜皆无变化。所以服用灰菜后，即在强烈阳光下照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